里模范母亲在家人陪同下一起接受表扬与祝福。大理区公所这天在儿童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举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，希望借此宣扬母爱的伟大。很高兴里长的推荐啊，谢谢家属他们的来参与啊，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大家都是在这里见面啊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都能看到笑嘻嘻的，高兴就好了。对啊，心得啊，平常用善良的心过日子，然后用善良去对待人事物，开心过日子。这次公所也表扬25位孝行楷模，不少人除了打拼事业、热心公益，也恪尽孝道，孝敬家中长辈，实践传统固有美德。孝顺就是说，我们为人子女呢，最宝贵的就是，要孝顺父母啊，这是我们做儿女最高的品格。是我妈妈，妈妈身体不舒服啊，都是我一个人来照顾啊。妈就身体不舒服啦，因为我上课的时候还是要回来照顾爸妈，还要煮饭啦。每一位受奖者背后都有辛苦付出、感动人心的故事，透过表扬活动传递他们温馨事迹，作为后进学习之典范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。